你覺得香港啲樓貴唔貴啊？而家梗係貴啦，梗係貴啦。你點樣貴法呢？紅衣靜，紅衣靜幾陣寧靜嘅咧，即係撐得輕共地咁遠係嘛？係咯，啲樓價越嚟越貴，都買唔起樓啊！而家好難買到樓㗎。哎呀，即係唯有瞓街啊！而家係咪先啦？天橋底啊，係嘛？咁啊！系啊，真系唔系讲笑，有咁夸张？咁夸张，都系嘛？喂，你好难，好难你话打工仔咧，而家买层楼咧，真系比以前艰难好多。系啊，一世同埋做层楼嘅奴隶系嘛？因为而家咧，大陆啲人过嚟香港，炒贵咗，令到香港打工仔争供层楼更加艰难。喂，咁如果政府起多啲居屋，系咪可以好啲咧？系啦。你唔好話以前，講話八萬呢時間係嘛？啊，你應該起多啲公屋咧，鋪路大中咧，比較住屋冇咁困難。係啦，但係如果政府又唔用啲錢起居屋，無啦啦起嗰條高鐵喎，你有冇聽過嗰條鐵路啊？有。係咪咁樣唔係好啱咧？起多啲屋啊，資助下啲人買樓。不過應該嚟講咧，講現實，你應該起多啲居屋住先，係嘛？梗係啦。啲現實。病工目前嘅人，只有又系唔系有个安乐窝住先？咁啊，多啲人可以享用咯。系啦，你起条高铁唔系咁多人可以享用啊嘛。啊，好嘢啊！所以大家识做啦吓。